上午啊，没什么事儿了，一会儿出去一趟，去我们那个西区的人民办事大厅去捡一个证，就是我手里这个证，叫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，就是大家在大街小巷能够看到的车，除私家车以外，都会持有这个证才可以上道的。比如说，道上跑的油罐车，还有客车、校车、货车、出租车都需要持有这个证，但是本子基本上一样。咱里边的内容不是太一样，道路上跑那个油罐车，他们手里持有的是危险品从业资格证，我是道路资格证，还有客车的手里都是客运上岗证，出租车是出租车上岗证，但是我这个上岗证只允许开货车，但我能开了挂车，但是证不行，这个证不行。再说这个证吧，这个证是我前两天3月份捡的。现在已经原来以原来的10年，现在已经变成长期使用了，就是证明你已经老了，不需要换证了，容颜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了，只需要在60岁以后去申请降型。原来我是 B2，要降到 C1，由于年纪大了，就不允许你开那种危险品车了，就是特别危险了，只允许你开小车。不说了，我得抓紧走了，因为那边那个比较忙，排号人特别多，不知道今天咱们能不能什么时候捡完呢？下楼啊，一摸兜啊，车钥匙忘带了，那就不上楼取去了，有点懒了，就是一会儿坐校车去吧，节能又环保，而且还健康。忽如一夜春风来呀、啊，千树万树梨花开呀、啊，那暖和了。摆点摊儿多不易啊！城管又来了，这是。乡里人就不。全国呀，老龄化太严重了，都在这玩小牌呢。这人去了个号，前面还有3个人，就轮到我了。道路运输管理证捡完了，就是分分钟的事儿，就是要这个村到2025年4月22日再来捡一次。又要到中午了，又要做饭了。今天中午啊，就剩我们2个人了。孩子这段时间因为要高考的原因，中午也不回来吃饭了，所以我们俩就简简单单做了点，把昨天剩那个剩菜我又给它热上了，现在锅里都热上了。完了，今天刚才我出去又买了点那个，就是在捡证回来的路上又买点的那个黄瓜和那胡萝卜。今天那个小二嫂中午想做一个那个松仁玉米，因为这个小二哥要照葫芦画瓢也能做，但是我想给小二嫂一个机会。说句实话，我就是不会做，我等他回来做吧。这是昨天那个吃那个婆婆丁那个根儿，我想小二嫂给我留的，这玩意儿药用价值非常好，这东西老拜我了，以后把它切了做点那个小呛菜。我把这个也洗了，洗了根黄瓜，也洗了一根那个胡萝卜，后勤保障咱工作咱们必须得做到位，等他回来吧。刚才因为我从冰箱里拿了点豌豆，我整的有点迷茫，不知道豌豆要做什么。物以稀为贵啊，就这么一点点，这点儿不好切吗？嗯，有点梗。我不知道切啥呀，是切骰子块还是切丁啊？应该切丁啊。切丁呗，我这也不是丁啊。那你这是纯属块了。就那玩意儿。不是，再切小点儿。对，再小点儿，挺事儿的有是吧？你看我给你配菜，给你。你看我小配菜给你配的吧，我剩了点布丁都洗了。嗯呢，都洗了。这回消灭了。对，这回弹尽粮绝了。这今天把我冻的，太冷太冷。今天我上那哪儿了呢？办事中心了呢。我没感觉怎么冷，你还是穿的少。我出去没寻思咱家这么冷。是挺冷。我
挺好的。天有不测风云呢，这场雨过后啊，天就好了，别打了。有黄有绿啊。想请问一下，你这套菜叫什么名吗？菜叫白糖。是白糖吗？是啊。都扔里吧。扔不了那么多，太甜。这不是炒玉米粒儿吗？我寻思你这是自创的松仁玉米啊。没有松仁的呀，就是炒玉米粒。没成像，搁碗里吧。就那么吃吧，嗯，我先来一勺。你挺好吃的，又甜又香又黏，嗯，行。你就呼下来吧。那我就呼下了，小玉米让我出来的。其实吧，去年都挺黏的，就是妈搁那个冰箱里封着的。咱们还搁两层袋套的呢。应该是那啥，没那个保存好。没保存好，嗯，但是好像也有点那个老了。昨天吃那个两岁，感觉昨天吃还行，是不行？嗯，红缨根儿，嗯，吃吧，就这点。你洗没洗？洗三遍，我尝尝。我不相信你洗。不相信人能行吗？哎呀妈，真苦！你吃吧。这真苦啊！哎，吃没吃过这个包丁根儿？这真苦。你说吧，拜我。拜我，这维生素，这含维生素还不少呢。那，你尝。我可吐。好东西，不是坏东西，治百病。你大娘腿咋不吃呢？不吃，留给你的。我也不吃。你快啃吧，儿子不吃夹紧，我也不愿啃。昨天我啃了个额头，昨天晚上打那雷给你吓坏了吗？啊？那是什么？风雨交加。对，风雨交加地吧，闪电。哎，你听老话说了吗？说这第一声雷180天后。就瞎说，这是老人说的啊，真的。谚语言语就准。对，人家其实有些这些东西吧，都是人家古人日积月累下来的。咱们算算啊，明天看180天后下不下手。你记住吧。啊，实验出真知吗？明天是哪天？嗯呐，180天，180天是6个月。很准，有些民间谚语真的很准。这吃没了，明天再去挖去吧。这个下雨了，指定能有了。有，肯定有了。嗯，吃点饭挺饱的。现在也没啥呀。4月份了，楼里边现在都冷，都不如囤着了。妈那屋烧点炕，那小炕多热。现在楼房你把气儿一关了以后，阴冷，太冷。你今天晚上要是凉的话，你把那个电褥子插上。今天，嗯，热乎一会儿，一会儿再拔了，别成油插，成油插容易那个上火。我睡着了，可不就得插一宿？这火啊，热还不知道，你就拔了。搁低的。行。我上午检证了，我想去看看你去了，先别去了。检证？啊，你不刚检完车吗？刚检完那个证，检车和检证不一样，车是车，证是证。哦，检证？假证吗？就是那个上岗证。嗯，去年你在哈尔滨，我搁干道厅给你检的、哎。对，那个、就是我邮回来，你给我检，替我检那个那证。嗯，一年了。一年了，正好一年了。时间太快了，你说多快啊？嗯，今年了。这晃好像昨天事儿一样。
我那时候捡这玩意儿，我跟你说，我先去了，他说没到号，不给我捡。这证它特别的啥？特别要回去。对，不像别的证，这证你得过期捡，到期捡不行。会比今天你要是到期了，你今天去都不行，你得明天才能捡这个证。不能提前。对，不能提前。他让我回去，他说 你那个过两天再来。我说那怎么整？还咋的？你去了啥？去啥手续？他说不是，你就得到天儿。对。然后就回去了。剩下别的证都是提前捡，唯独这个证。下午完全别臭美了，下午把那小绒裤穿上吧。我现在穿的就是。穿的就是啊。嗯。再加一样。我跟你说，现在你感觉不到，到老了都找上你。能活那么大岁数？完，我要气你啊！你绝对能活那么大岁数。我早点没，你再找个好吧，省得老气你。没有啊，我是痛并快乐着，现在。今天你要不刺激我点儿，我能啥吗？我能得劲儿吗？你不说你的病全我气的。扯淡事儿。要没有你啊，我都活不到今天。哎呀，你说的有点太大了。你看看，这个我摘的，就给你留个根儿哈，这么长，嗯，我知道。